六个电话吧，差不多六个电话，终于订到了今天晚上住的民宿。而且很巧，今天晚上住的这个民宿是我们现在那边淄川那边住的民宿的一个老板的朋友开的。然后他那个老板，淄川那个老板也是受到这家民宿的启发，决定了自己一生要开民宿，然后就来到北海道，然后终于订上了。这边的住的地方基本上没有酒店，全部靠民宿，而且这边民宿很多是老人经营的，没有网站，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在地图上查到他了以后，然后他们在谷歌地图上会登记电话，然后你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预约，然后很多你当天预约都很难，但因为我们这次都开车走，不一定每一天能到达哪里，所以都是当时能够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才去预定，所以很难订到，很多民宿都已经满了。然后幸好今天又搞定了，然后现在正在往那边赶，然后那边有个诗园，还有一个米萨基写成那个三字旁一个甲，独自读半遍的话就是甲。这边的牧场又开始多起来了，全是大牧场，嗯，好多牛和马。北海道人开车都比较粗鲁一点，比东京都慢慢的大家都很仔细的在开，这边都是飞奔，然后路上的摩托车都飞奔，而且这边摩托车我们看到都是胡子都花白的老人在骑，玩那种重机车，然后开得很快。嗯，又去便利店上厕所。我刚刚把土豆打到了，刚买那个土豆嘛，然后这个有点滑，就这样的，然后有点滑就掉地上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就买了嘛，然后又买了一盒。嗯，就哪盒是掉的呀？掉的就不要了呀？不是掉的那盒，他说不用了，他刚结账的时候他看到我掉了，嗯，因为我之前掉的时候跟他说我的那个掉了，嗯，然后他就说。不用我买单，不用我赔，他又给我拿了一个新的，就两个新的啊，也是给两个钱。对，他那个被我弄掉的那个没有赔钱，嗯，那就吃了，他就收起来了。水呢？给我买的，嗯，渴死了。北海道梅隆，嗯，快吃吧，那就。今天我们在住这个民宿，因为大家要轮流洗澡，房间里是没有浴室的。我们洗完澡再吃晚饭，今天是。嗨，我找的是伊玛森。嗨，伊玛森。他叫伊玛奇卡库的，小心我通ります。嗯，行ってください。7時に、うん、帰ってくれば大丈夫だから。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せっかくね、夕焼け見れそうだから、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道路に鹿がいたら、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運転気をつけてね。うん、ゆっくり。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行ってらっしゃい。到达民宿后，我们先洗了澡，离饭点还有点时间，我们就在附近看看夕阳和晚霞。民宿背靠太平洋，面向一块湿地，这里是鹿的栖息地。听民宿的老板说，这里的天气和地名一样 Kiritapu 全是雾，能看见太阳和云彩的日子屈指可数。看着黄昏时刻的美景，我既感到幸运，又对这里的雾有些好奇，真想见识一下平常的雾能有多大。好多蛙叫啊，蛙也在哇哦哇哦哇哦。置いたら座ってもらうからね。はい。二人ここね。はい。札幌。
札幌。北海道だけ。北海道だけ。それもね。じゃあ写真。春だけのやつ。ああ、そうだ。春だけ。すごい。初めて見た。那我们吃饭了呗，不拍了。いただき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バイバイ。这个车，这是他去过的所有地方吧。这是自驾游的，好多自驾游环日本一周的、两周的都有。但日本人自媒体好像不太发达，他们好多人环了很多周以后，也没有在自媒体上搞个账号。离开民宿，我们前往了附近的一处海岸。虽然风很大，但海面上没有浓雾，视线比较好。这在全年多雾的雾多部非常难得。这里正式的名称本叫做汤费甲，正是因为平日都被大雾笼罩，已经被人们通称为雾多部甲。这是一个延伸入太平洋汹涌的波涛中的海角，顺着灯塔的方向，可以一直走到海角顶端。路边开满野花，涛声乘着风声扑面而来，开阔的海面上，海鸥不时朝着悬崖喊几嗓子，这画面宛如小说中想象出来的，不太真实。终于走到尽头了，我看到他们都在拍，哇，走到尽头也太壮观了吧。发现一个水塔，李海萌发现了，他眼睛太好了。现在我是350毫米的焦距，但它都只是一个小黑点。我们的鹰眼观察员又发现一只。哇，这边的风真的超级大，好冷。看到了海獭，野生海獭。我们现在在太平洋。这个也挺搞笑的，这种动物很少见啊。嗯，第一次看到。到底是水獭还是海獭，我也不知道。海獭呀，它在海里。哎，它动了，你看到没有？它在甩头。好搞笑。就像小狗把那个身上的水甩干一样的那种动作。它这就是随波逐流啊。見て見て。すごい。これ写真撮れます。はいはい。すいませんね。すいません。はい。これこの動物は日本語ではどうと言います。ラッ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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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いですね。初めてです私たちは。これは。可愛い。もう数が減っちゃって。野生の、水族館とかじゃないラッコはもう日本でこの辺にしか見られないので、ここだけ根室かここかぐらいしか、水族館にも日本ではもう3頭しかいない。でみんなもう年寄りで繁殖ができない
子供が生まれないので、だから水族館のラッコはもうあとしばらくで3年かで多分みんながいなくなっちゃうので、そうするともう本当ここでしか見られなくなる。いつも6頭ぐらいいるらしいんですよね、6匹ぐらい。うん。お、メスすごく珍しいみたい。で、なんか最近子供が1匹生まれたらしいので、つい3日ぐらい前に。それで見に来たんですけど、今日はいない。どっからですか？千葉県から。あ、そうですか。ここに住んでいます。僕は釧路なので1時間半ぐらい。あ、釧路近いです。よく来ますね。たまにです。よくわかりますね。年何回か近くの。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楽しんでい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个小宝宝，而且全日本的水族馆只有三只。对，水族馆的三头，因为没办法生宝宝，所以它会慢慢死掉，都没了。告别海獭后，我们也要告别北海道了。来过很多次北海道，三个月前来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春夏的北海道比起冬季更显得生机盎然，是另一种浪漫。在北海道遇见的人，看到的景都让人流连忘返，视频和相片都不足以体现十分之一。北海道的魅力必须身临其境才能充分感受。北海道，下次见。